队长想让九妹上，九妹你上不上？上就干。那第四节的话，我们家长一下就会派九妹上场。大家认识她肯定是从她之前钓青鱼的时候认识她的。她有一次在比赛过程当中呢，赢了很多的大师，她钓了九尾青鱼，所以后来就叫九妹了。九妹加油！好，九妹上鱼了，九妹上鱼了。好，九妹上场的第一尾鱼啊，好不好抄？漂亮！漂亮！刚刚九妹上了一尾鱼之后呢，我们的刘文轩又当了子线，他现在换一只杆子。好，九妹再上鱼，看是不是双尾。张伟，好，九妹再上鱼，好，很流畅啊，这次动作很流畅啊，哎，出现了小小的失误啊，好，现在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一分钟，一管有效，一管有效，好。然后家教你这边是38尾，然后狼族是60尾。哭了吗？没哭。眼睛里是什么？眼睛里面是沙子。钓完之后什么样的感受？钓完之后就是太紧张了，然后可有点小失误，没钓好。没事，接下来还会上场吗？肯定会上场，有机会一定会上的。抓住一切机会，疯狂拖。